警方执行脱掉违规车辆警务，突然一名男子跑出来说想要拿钱包。我有告知你我要先拿皮包，车子让你脱了我没讲话。车主气呼呼用手机拍下过程，期间也有其他人想要拿回车内的物品被警方拒绝。要回去拿了，不能跳上去也不能自己拿，毕竟要民众爬上车真的太危险，因此原警表示依照规定是不可以上车拿东西。长官，我刚才问你说我可不可以上去拿，但是你都不理我，然后不作答不回复，大概要到六，那你造成我的误解，我说我以为我可以上去拿皮包。只见车主情绪越来越激动，干扰警方执行公务，不止爬上脱掉车，还拍下上手铐的照片在网络发文，最后被依妨害公务遭到法办。张敏私自爬上脱掉车后车斗，该举以影响公务之执行。脱掉车每次出行都会有员警，只要看到违规就会进行脱掉。有车主看到爱车被脱，想求情通融放车或上车拿东西，但这界限到底在哪？依据规定，汽车上架或是上辅助轮脱离了原来的位置，机车则是上升降平台或是已经移居到脱掉车上，就无法放车。汽车只要是上架了。上架完成上架作业，然后就是没有办法说依现场民众的需求来去放车。看着自己的爱车被拖走，车主难免心急，又不想多一笔保管费用，想求员警现场放车，但可要看清楚规定，别为难执法人员，还引发冲突。 TVB 新闻节目岳俊新闻说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